岁了？二十。高中要毕业了。要毕业了哈。哎呦，有去学读哪里？在家教育。当年你在教的。哎，我自己在顾，老师管护诶，派巡回老师，辛苦了。来，背呀。彰化县今年成立公益串联站，结合兴和精密纺织股份有限公司。财团法人台湾省树立统一企业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、台湾机会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、后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嘉里大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，用心地公益回馈社会，共同关怀关爱弱势家庭。31号阁加赠送端午节礼金以及物资予关爱300位经济边缘户。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温馨的端午佳节。要乖哦，啊，谢谢。端午节快乐啊，身体够用哦，哈，身体够用哦。那特别这次要谢谢我们一个高董哦，他一次就大力赞助了90万哈，那再加上又从这些民间企业的部分大家的一个捐款，那以及呢一些企业的一个物资，所以做了一个平台的一个整合，那才能够把这个金额从3000加码到5000。那因为他们都属于所谓的边缘户哦，那实际上有很多的社会福利政府法定的面向是没有办法给他们的，所以我们只能透过这个三节整个资源，那在这个时候来提供给他们，至少让他们能够欢度一下这个端午佳节，解一解他们平常的一些困苦哦。那当然我们现在也做了一直不断的把这个爱心小布的部分哦，啊，我们也在努力，最主要也是做一些物资的一个整合，让民众的爱心能够发挥在这个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哦。那所以说，这现在彰化县政府也有21个据点来做这个幸福小铺的一个这个关怀，那提供他们生活上需求的一个这个物资哈。那我想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谢谢我们这个很多的民间企业，那公司部门一起合作，共创一个美好的一个彰化。雅顿国际时尚造型在现场提供免费加谈哦。也還有勞工就業人才媒合服務，提供工作機會，另外也還有國民年金、社會福利體檢等等諮詢指導，讓民眾了解自己的權利。館長王惠美勉勵受助的家庭要珍惜這份資源，心懷感恩，不得卡這樣的關懷活動可以帶頭一直延伸下去，讓愛和希望遍及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。公益频道柯伟丁彰化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